直接送一个，刚刚放送一个，飞一个就可以了。之前飞过的可以再回来补两个阿毛贝，再补两个也是一样的，和直接飞三个一样。走一走复兴的人头，一毛大吉就可以，或者是一毛钱的女仆装啊，都可以给姐姐走走复兴人头啊，都可以给姐姐走走复兴的人头，过过任务啊，宝贝。还有想飞老公都可以直接飞啊，你看别人送的话也可以直接送一个，不要再犹豫了，宝贝，一架飞机就可以了。有条件的老公直接飞三个就行啊，最多三个。
送三个飞机哦，直播间最多三个飞机啊，不用送火箭的，不用刷500的火箭，直播间最多可以送上三个飞机啊，相信姐姐直接飞三个。有到家老公可以直接飞啊，宝贝。咱们直播间飞过一个的话，可以再回来补两个的。可以送一个飞机，或者直接送三个都行，看自己的选择。你要是不差事儿的话，我真的建议你直接飞三个，直接三个飞机就完事儿了。不差事儿，直接三个。要是有点犹豫的话，咱们可以先飞一个，宝贝，可以先飞一个，先飞一个，后面再对吧？后面可以再来补两个的，这些都没有关系。是相信姐姐的话，就直接三个就完事儿了。相信姐姐，喜欢姐姐这种风格、这种类型的，对吧？直接三个就完事儿了。看，二次元姐姐千千万，但是你正好路过了我的直播间，是吧？路过了。咱们之前飞过也可以再回来补两个啊，之前只要你在我直播间送过都是有记录的啊，都可以再回来补两个的，放心补啊，宝贝，不追击。飞就完了，主播。一个飞机就可以了，宝贝。
有条件性质的直接飞三个，新的国接驾的直接飞三个。要是不放心的话，犹豫的话，咱们先飞一个，先飞一个，后面可以再来补两个的。之前飞过的，之前在接直播间飞过的，或者是今天飞过的，都可以再回来补两个飞机的，一样的。补两个也一样是三个的啊，飞过的可以再回来飞两个，没有飞过的，咱们可以先飞一个哟，先飞一个，走过，不要错过啊，宝贝，一架飞机就可以了，就。送个一毛大家凑一凑复兴，凑一凑人头啊，复兴的人头。一毛大家就行。
Thank you.
座复兴的人头，一毛大几就可以，或者是一毛钱的女仆装啊，都可以给姐姐凑凑复兴人头啊，都可以给姐姐凑凑复兴的人头，过过任务啊，宝贝。还有想飞老公都可以直接飞啊，你看别人送的话，也可以直接送一个，不要再犹豫了，宝贝，一架飞机就可以了。有条件的老公直接飞三个就行啊，最多三个。
是有点犹豫的话，咱们可以先飞一个，宝贝，可以先飞一个，先飞一个，后面再对吧？后面可以再来补两个的，这些都没有关系。飞就完了，楚宝。
说的可以